人老了要主动跟几种人断交，这不是老糊涂，而是有远见。人生应该是一个不断在做减法的过程。年轻时我们为了责任背负了太多，当你退休了，就该把这些为了责任背负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抛下。当你老了，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过得快乐一点，远离所有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，如此后半生才能过得潇洒。人到晚年，真正聪明的活法是主动和几种人断交。 不管是谁，每天一点新思路，每天一些新感悟。欢迎订阅《朱子国学》。与社会地位比不上自己的人断交。在电视剧《人世间》中，冬梅的父母是当官的，社会地位很高，而她的伴侣周秉义却只是普普通通的工人，阶层与收入还有各种条件完全与对方没法比。在编剧的安排下，冬梅的父母直到死也没有与亲家见过一面，这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。 他们地位太高了，在其位时会担心有所谓的亲戚关系影响他们的工作；不在其位了，退休了，也怕别人舔着脸来找他们求帮忙。帮是违背原则，不帮似乎是与理不合。为了避免预想中的矛盾情况出现，冬梅父母从一开始就做好了与亲家断交的准备。他们不希望亲家与自己会面时会有各种压力，也不希望两方的关系出现不平等的倾向，于是直接断交。 断了后路，也是断了麻烦的根。爱当墙头草的朋友，有个词叫做“独善其身”，本意是说在污浊的世道保持自身的洁净，不与其同流合污。但现在被绝大多数人曲解成了，凡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主，情况不对劲了，就当个缩头乌龟，或是趋利避害，站队更有利于自己的局面。而这种人是最不靠谱的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任何人。 自然也就不会把自己的真心交付给谁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判断力，只会一味跟风，哪怕那是不符合公序良俗的，但只要能不当那个出头鸟，那被几口唾沫星子淹几下也不算什么丢脸的事情。可想而知，要是你拥有这样一个朋友，那你随时都会有被丢下的风险，往往你还来不及判断发生了什么，就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水深火热当中。经济条件相差太大的人。 金钱万能看似虚伪，但却是一个事实。当两个人的经济实力存在巨大差距时，他们所处的人生轨迹也会完全不同。富人永远无法体会穷人的困苦，而穷人也很难真正理解富人的生活。这样的落差极易成为人际关系中的隐患。人老了以后，更应该避免掺和不同世界里的人，一旦发生矛盾或利益冲突，双方根本无法从同一高度上沟通。 金钱差距所造成的隔阂和误解，只会让人更心灰意冷。与条件相差悬殊的人少来往，以减少麻烦和烦恼，这是明智之举。和贪婪的亲戚断交，都说人越老心越软，上了年纪之后会比之前更在意血脉相连的亲戚，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难拒绝。亲戚之间互相帮忙，其实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有些亲戚却不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，他们贪得无厌，你对他们好。 他们就像是见了血的蚂蟥，蜂拥而至，对你的要求也越来越多。像这样贪婪的亲戚，一旦发现就不要再和他们继续交往。这群人既没有分寸感，也没有感恩心。你对他们再好，他们也不会知足。他们不会考虑你的能力，也不会记得你的恩情，只会一而再、再而三提出过分的要求。只要你不答应，你之前对他们的好，他们全都抛诸脑后。拉你投资的人，现代社会年轻人是真穷。 倒是老年人通过一辈子的积累，省吃俭用，手上有不少积蓄。有些心怀不轨的人就瞄准了老年人群体。今天跟你说有好的投资项目，收益高，回本快；明天跟你吹嘘自己已经赚了多少钱，因为跟你是好朋友，所以才把项目介绍给你。其实各种花样摆出的投资项目，核心就是一个字：骗。天上不会掉馅饼。老话说得好：“闷声发大财。”有好的项目。 别人为啥要拉你入场？那些天天鼓吹能帮你赚钱的人，其实根本就是想赚你的钱，固执己见的亲人。人都有自己的想做和不想做，谁都无权指责别人是对是错。尤其老年人已经到了可以安享宁静的年纪，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即便对方毫无恶意，也不必浪费时间与人争执，与这样的人一争到底。你说的在有理，也无济于事。 只能徒增愤怒。例如，《乡村爱情》系列中的谢广坤，固执到最后，人人远离，差点害得儿子家破人亡。王老七人心在善，也不愿与之争辩。愚蠢的刘能非要硬刚，每次都是愤怒收场。谁也无法改变和规劝固执的人，选择沉默和远离，避免发生冲突，气坏自己才是上上策。忘恩负义的人断交。小时候，家中的老人总跟我们说。 以后你们要找对象或者交朋友，都要找那些懂得感恩的人。唯有懂得感恩，他才会对你好。感恩一词，其实我们听过很多次，可又有多少人真的懂得感恩呢？我想，少之又少。要想做到感恩，说难也难，而说简单也简单。只要我们知道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那就可以了。别人敬我们一尺，我们还别人一丈。实在做不到涌泉相报，那问题也不大。 因为这种要求实在是太高了，而最为标准的感恩应该是我把本钱借给你，而你也把本钱原原本本的还给我。做人做事特别公正，就拿农夫与蛇的故事来说，善良的农夫救了一条即将冻僵的毒蛇，而毒蛇非但没有感激农夫，反而选择反咬一口，置农夫于死地。自私自利的亲戚，生活当中不怕那些明目张胆欺负你、伤害你的人。 就怕那些暗地里喜欢算计人、喜欢消耗人的亲戚，尤其是那些自私自利、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种势力气势的人。他们要么狗眼看人低，要么就是喜欢阿谀奉承。总之，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想，进阶是为了达到自己可以从中抽取利益的目的。当你陷入困境，甚至是危机的时候，他们非但不会做到雪中送炭，甚至还会没有人情味的趁火打劫，在背后揶揄嘲笑。 自己一毛不拔，还要过来吸干你最后的一滴血，天天发牢骚的人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跟积极乐观的人在一起，整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放松的，因为对方身上的这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会感染到你，让你感觉氛围很轻松欢快。但是和那些消极的人待在一起，你的世界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负能量。就比如说，你的一个普通朋友，有事没事就爱向你发牢骚。 总是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无病呻吟，那么他的负能量也会一定程度的转到你的身上。即使你本身是一个积极乐观、充满正能量的人，也很容易被他人所影响。只要你稍不注意，就很容易被卷进负能量的黑洞之中。人到老年，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一定要远离那种爱发牢骚的人、三观不合的人。三观不合，就像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 永远都不会有共同语言。虽然有时候你们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而发生争吵，但吵完后，你们的心还会在一起。所以说，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只会矛盾重重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三观不合的人，千万不要指望他会为了你改变自己，因为和三观不合的人在一起，你会活得很累。两个人在一起要学会迁就对方，为了对方而改变自己的习惯。一旦发现三观不合， 那就不要再纠缠在一起了，这样不仅让自己很累，还会给对方造成困扰。总是挑拨离间的人，人老了，你要看清一些人的行为和人品，不要被人忽悠了，也不要听信别人的一些话，让你跟家人之间发生误会，让你的家庭变得鸡飞狗跳的。因为你身边一些人喜欢挑拨离间，就会在你身边挑拨你与家人的关系，或是父母关系，或是夫妻关系，或是手足关系，或是朋友关系等等。 如果一些人在你身边说跟你关系好的人的坏话，其实他们就是在挑拨离间，就是想要让跟别人翻脸，就是见不得你好。挑拨离间的人还喜欢在背后说你坏话，见到你之后又是表面对你好，实际上背地里却见不得你好，才会算计你，想要给你穿小鞋，背后捅你一刀子。缺乏边界感的人，当我们与某个人关系很近，或是聊得比较投缘时， 总是会不自觉地向对方靠近一些距离，但无论彼此之间多么熟悉、多么亲密无间，在社交层面上也要保持应有的分寸和尺度。在如胶似漆的情侣，又或是在形影不离的至交，也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，拥有各自的边界。一旦对方打破了原有的界限，不由分说地踏足自己的禁区，也会让自己感到极度的不适。若对方的关系与自己本就生疏， 更是会让人心底升起厌恶和排斥，这便是边界感的重要性。嫉妒心强的人，社会上的人形形色色，出身社会你也会见到各种各样的奇葩。很多人都不相信真的有那些心眼坏的人，直到自己的朋友圈子里真的出现这么一类人，这种人往往是众矢之的。多数与之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对他有大致相同的负面评价，这其中就包括那些嫉妒心强、喜欢搬弄是非的人。 这种心理上的毛病会有很多映射面。心生妒忌之人必然小肚鸡肠，没什么气量，同时还爱攀比。一些旁人看来根本不需要比较的两方面，比如身高、相貌，在这种人眼里就是他嫉妒的来源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工作时会有很多迫不得已的时候，同在一个公司里共事，即使别人有缺点，也要硬着头皮去打交道。爱占小便宜的人。 爱占小便宜一次两次无所谓，但是次数多的话就不行。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，已经进入闹铃状态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。有些时候爱占小便宜也是非常可怕的。不管在任何时候，我们都需要考虑很多问题，一定要知道，千万不要总是相信爱占小便宜的人，也不要求的人是很孤独，就和那些人品不好的人去交往，因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。 我们必须学会放下有些人，我们真的不值得交往。断交不是薄情，而是懂得保护自己，有远见和智慧。往后余生，圈子干净些，生活简单些，活得通透些，人生才会越幸福。生命是我们自己的，要学会过自己的日子，把别人的诱导抛之一边，迎接属于自己的幸福。